欠二哦，没错，我们今晚是欠二。这边呢，他说呢，他出了一个新职业哦。那其实欠二呢，我以前我不知道为什么这边没有我的创角记录哎。反正欠二他是这边是说出了一个新职业之后引灵哦，那已经全能物理变身哦，非常帅。你看月明，而且他可以选凡人跟仙人的样子。好，所以我们今天的标题已经下好了哈。就是新职业引领的一个部分哦，但他也可以选女角啊，女角也是很美的，一样我反正跟仙，我们选男的好了，好，你们先参考一下，我们等一下就直接进来啊。那这职业你一样可以一来可以选一下法色，它有独特的一个内容，我选那个物理本身啊，我不知道可不可以选我之前那个名字。啊、，what？ N 好了 ，N 都没有用过。哈 ？N 不能？为什么？为什么 N 不能啊？傻眼。我们先看一下这个职业的那个好了。哇，进得很漂亮哎、欸。所以我要去哪里啊？嗯，就跟那只梦蝶吗？好像是要跟那只蝴蝶的样子，啊，是要打蝴蝶啊。好，关于这个职业，大家可以先参考一下。好，这边又要全技能了，观众们，新职业的全技能在这边。嗯，新职业的全技能。嗯，可以先进去一下。哦，打这些好，所以这边其实可以先看一下他的选技能了，观众们。那我们再决定你们要不要去练这一支新职业。我记得打完像就进入到游戏里面了耶。等一下。嗯，任务怎么没有给我？然后其实我要给你们看的就是，哎，它其实有排行榜哎，呵呵。其实我要给你们看的就是有蒲松龄啊。其实我要给你们看的就是它一开始的那个技能啊，就是，然后你们如果觉得很累格的话，就可以去调一下画质，好像你可以选流畅的。如果你们觉得很累格的话，你的画质可以先自己改一下，震动可以关一下哈。啊，其实重点就是哎、欸，你看他的武器也是底啊，吼一底。啊，这把就是跟你们讲一下最新的职业。这些还是有很还是蛮多人在玩的，我给你们看一下他，你看他世界饼，有人在聊天，可以聊吗？哎、欸，我们一开始就可以聊，哎、欸，十等。佩佩猪